想过去，若像你茫茫，我平安安。我感觉恁介意最重要的，但是有一个人介意的话，会更加重要。老婆，你还喜欢吗？哎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你茫茫。我平安安，最重要的，但是有一个人介意的话，会更加重要。老婆，你还喜欢吗？哎呀，伊可能小可歹势，但是应该是袂歹，因为几啊年前，阮拄做伙的时阵，伊甲我讲过，伊想要练一条歌，自弹自唱唱给我听。到尾啊，伊可能想无用啊，即摆换我来完成这个愿望。阮两个已经做伙八冬啊！哎呦，听到八冬应该有一挂破声。哦。阮两个做伙拢是那种啊打打闹闹，足趣味的。所以八冬的时间，阮逐工拢敢若热恋。哎呦，无啦。所以我就想讲，选一首歌，用上古锥的方式来表达阮两个爱情故事。未来阁有真侪歌要唱互你听，啊！你若是惊阮太散哦，勿惊甲挂起来啊！老婆，我爱你啊！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春风在面上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。